设计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一切好像并无变化，又好像有了变化。我好像陷进了一个充满棉花糖的梦里，好不真实。 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了？你疯了？装什么装？啊！真当我是傻子？你到底想干嘛？ 你跟我说清楚，装傻亲戚是你这是瞒骗我吗？这点小把戏他看不出来，我还能看不出来吗？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听！我把助理都拍下来了，啊？不是傻亲戚吗？傻亲戚有干这种事儿的吗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。 与你无关，与我无关。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你玩他，我这都不答应。装什么装啊？起来，再练练。我这刚用了三分功力，装什么柔弱呀？ 这样看不起你了啊！哎，哎，什么鬼啊！不要打给他。 我觉得你的画稿比以前有魂了，真的吗？你最近进步蛮大的，不过你为什么想用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参赛啊？就，哎哥哥，你怎么老挂着这个孙悟空啊？因为孙悟空厉害啊，他可以守护自己喜欢的人。我觉得他一直守护着我了。姐，那你有没有画过自己喜欢的人？有。 那后来怎么样了？他现在是我老公。真的？我画的时候也没想到，不过梦想总是要有的。万一成真的呢？嗯。我虽然说也拍了不少穿越剧本，但这发生在身边的，还是感觉好狗血。 你这不是什么特殊涂料吧？这么严重啊！你不赶紧穿回去啊！我答应过他的，一定要陪他到比赛结束。你可别太高估你自己了，能坚持到最后吗？他可最讨厌不辞而别的人了。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 自然堂冠名播出的《闪亮我梦想》，爱看爱晒游戏原画设计大赛总决赛现场，希望今天的参赛选手都能够像自然堂小灯泡面膜一样发光发亮，像小紫瓶情怀一样光彩熠熠。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官方合作平台快手 APP， 为您喜欢的选手投票，您的助力值也将会记录我们的总分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我是主播杨坤，现在我们在自然堂《闪亮我梦想》游戏原画设计大赛总决赛的现场。那么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去后台看一看各位参赛选手的情况 ，Go。 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本次大赛的后台现场，大家会看到所有的参赛选手正在做最后决赛的准备工作。
大家好，我是九号选手林奇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我，记得给我投票哦。哎，痴情男子的女朋友 ，Hello， 你好，美女，你好。各位老铁们还记不记得她？她男朋友为了给她投票，在商场搞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。那么首先呢，恭喜美女进入决赛。谢谢。相信你男朋友也来到现场，能不能让出来和我们的老铁们打声招呼？哦，还没来。哦，那么你放心吧，那么痴情男子一定会来的，也没准那些现在正在看我们的直播，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？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来？快点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推荐的是本场的第二块宝贝，也是我们本场直播当中最值得去购买的小紫瓶精华。它呢含有三大活性成分，提升抗氧化力的喜马拉雅红酒藻，美白提亮的烟酰胺和修护肌肤的酵母，专门针对熬夜暗黄肌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。这边是没有涂我们小紫瓶精华的，另外一边是已经涂了我们小紫瓶精华的，小紫瓶抗氧能力超强认证，宝宝们赶快下单吧。你看脸都黄了，你自己不惜命就算了，万一把别人给吓了。答应过他的事情